的網站，有兩次，一次在加拿婚宴裏面，第二次在十字架之下，當時認識聖約翰福音，都注重耶穌的恩怨。福音剛開始，在耶穌已有聖言，聖言與天主同在，聖言就是天主。今日的路加福音講啲牧人去探訪小耶穌，聖母同耶穌，佢哋好驚訝，因為佢哋見到小耶穌的情況好相似。聖經記載關於西南，而聖母將一件呢一切事默存喺自己心中，反覆思想。今日嘅節日係天主之母瑪利亞，而唔係慶祝耶穌的母親。這個只是一個魔盾，怎麼可能一個受造物就拯救自己母親呢？瑪利亞好像我們一樣是一個人，而小耶穌我們都說小朋友是同時具備天主性同埋人性，但都只是一個人。而瑪利亞是耶穌的媽媽，都是這位有人性同神性的小朋友的母親。其實我們人的語言能夠完成表達或者了解關於天主的事，是因為是超過我們人的能力。今天我們特別尊敬聖母，是因為她獨特被宣尊崇的地位，就有他和天主的關係，是路加福音咁記載。復活復活耶穌的母親，裡面咁講，耶穌說這些話的時候，人群中有一個婦人高聲對他說：為過你的胎給你所算給過的乳房是有福的。這個是讚美耶穌，同時都是對這位聖母的高度讚美。不過耶穌曾經咁樣答覆，例如指呢個嘅問題，耶穌卻說：可是凡聽天主的話而遵行的人是有福的。即係話瑪利亞偉大唔係因為佢出世冇染原罪，或者因為他生子耶穌，或者因為天主是他哥侄的緣故，而是因為聖母的無條件應承天主的召叫。他將所聽到見到的一切默存在自己心中，反覆思想後
咁照樣去實踐。聖母係真滿聖草，唔單止因為被選做天主嘅母親，亦都係佢完全去放自己，去接受天主嘅愛所填滿。今日嘅節日係為聖母所擁有嘅其中之一個咁喜樂嘅日子，同埋都為我哋虧欠咗聖母好多恩惠，佢跟天主合作，為對我哋無數愛嘅計劃。今日係2016年嘅第一日，讓我哋為過去嘅所發生嘅大小事情而感謝天主，同埋求天主降福嚟緊新嘅2016年，願天主保佑大家，新年快樂。